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欢迎收看瓜牛哥和胖哥带来的迷你世界大冒险。这期我们要做铜制的装备了，朋友们。我们首先绝对是要取出这个黄铜锭啊，全部取出。你都有那个东西了。我来看一下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啊？应该也是要锤子来做啊。我们把锤子，雷神之锤拿在手上。哎，我去挖点。看一下装备啊。啊，这是图块。哇，胖哥，想不想我分你一个武器？什么东西啊？绝对很帅。来，我来做两把。这武器不帅。来，过来。等等，这有个图块。我的武啊，丢在家里了，这里。哦，看到了，尖刺长枪，哎，帅不帅？这攻击就高多了啊！帅。哎，我身上的衣服都没了，我们到时候还得做点衣服用用啊。对，咱们我要找一个野猪。好的，接下来我的任务是要做这一个啊哦。这直接六个铜锭就可以制作成了，叫铜炉。我的天，你知道攻击力多少吗？25一下。帅不帅？等一下我们多挖一点矿回来。我要挖好的矿，必须要铜制的那一个镐子。三下秒一个野人。可以。这有什么用呢？哦，它可以加两个燃料啊，朋友们，温度更高，应该冶炼得更快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炉子，土块够了，岩石块。这里好像没矿啊。地底下才有矿，等一下我带你去挖。这一个弹弓我不要了，我们把它存起来，不好用。这个弹弓不要了，朋友们，占我空间。来，我们搞点肉啊，挖矿前。我们必须吃饱，准备好足够的食物、武器和装备才行。哎，炉子呢？我去烤一下。我这还有点吃的，三个啊！这里还有很多罐子啊，我们把它破开。啊，肉！哎呦，泡泡糖，居然获得了泡泡糖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在家里开一个口子去挖矿，胖哥。然后沿路，沿路我们还要把那个标识跟它做好，打好火把。我们要做好这一期视频，我们就做好准备工作啊，准备好吃的，准备好装备。烤羊腿，香喷喷的。准备好火把。这都是要必须的啊，朋友们。这个什么也不加呀？烤起来，加体力的那个力量的东西。我也要烤下面那个吗？我也要烤一点东西。呀，这个必须得烤起来，朋友们。来，都跟我烤起来。好，点火，大鸡腿，烤。哎呦，是不是得做点火把？这个里还没有点火，我来点。当然，挖矿也是要火把的。来，都跟我一起烤，漂亮！这烤的多效率啊！我做了60个火把。60个？啊，那够了啊！火把我们就交给胖哥了。这已经烤熟了，哪吧？这，我们继续烤啊！这个奇怪的肘子怎么能烤啊，朋友们？把这金铲子拿出来，我来看一下啊。这个肘子需要烤吗？好像不能烤，这能吃吗？问题是，哦，可以吃，但是小心拉肚子。那这个还是不要了啊，朋友们。它不能烤，它还会拉肚子，这个不要，这只能说是救急用一用，还行。吃，
吃完春烧烤羊排，泡泡糖有什么用啊？30点体力，可以留着，这个也可以留着，熟留喽，漂亮。细羽毛，我们把它存起来啊，朋友们。就这样往下挖吗？你火把已经做足了是吧？啊，对。我看一下啊，多准备多做一点稿子。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做铜稿子啊。我给你分一个，铜稿子搞得更快。可以，黄铜镐。来，支了两个。来，胖哥。来，哎呦，哎死，可以，好了，现在开始挖了。哎，别挖，别挖，准备好工作，吃的什么东西的都一定要准备好。小木棍跟他多搞一点，搞点木头。这个树枝有什么用啊？我先开始往下挖。哦，树枝也可以做小木棍，全部做起，最高。可以，万一挖下去没有铜矿怎么办？我有办法嘛，我们慢慢的挖嘛。这树叶可以做什么东西呢？我看一下啊，树叶应该做不了什么东西吧，朋友们。铁锭要我冶炼铁锭，我们来炼一个铁锭啊，朋友们，全部放进去，燃料支棱起来。你还在？我还要做。哎，铜的材料已经不足了啊，材料已经不足了，朋友们。嗯，我这到哪了？多搞一点木头啊！你别迷路了，胖哥，你在那里，一个人在那里弄，但是迷不了路，我就是一条路。搞点木头啊！这是挖到哪了？难道是要用铲子吗？果然又挖到土了。挖个楼梯下去啊！准备好足够的石头材料，岩石块绝对是有的。底下啊，下面怎么是土了？木棍我们也有。铜锭我们取出来，朋友们，不对，是铁矿。哎，这燃料不足，我要搞点煤用一用啊。哦，这里有很多煤，我们取出来啊。我得修个楼梯，要不然咱们回不去了。我们也可以做直达梯，胖哥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做出来的。直达梯，我来看一下啊，我们这准备工作都需要做到。要做直达梯的话，我就直接往下挖。是啊，所以说直达梯好嘛。我看一下啊，爬梯，它需要木棍和果木板，这好做嘛？那我就直接往下挖了。果木板，果木板直接。这个木板就可以做出来，朋友们。来，我们来做一些木板。首先，果木板，直接全部做起。拿起创造锤。哇，我还可以做门呢，胖哥。门也没用啊。哎，楼梯呢？建筑。哦，这是装备。
建筑。刚才我在这里了，这不好做啊，我搞了半天材料才做八个。我八个就是24节了，可以啊朋友们。你挖到地下多少层呢？不知道。你这才挖这么一点。有点狭小了。你人呢？在你头上。嘿，这里就有个铜矿，运气不错啊！哇，还挺多的，发财！没有吧？OK， 全部收起。哎，回家的路打通了。好的，我看一下这个，你别跳死了。我看一下这个现在能不能，这个地方能不能架？可以架啊，可以架，那就可以。这是铜矿吗？不是的，铜矿已经被挖了。走，我们继续往底下。你刚才来找我的地方是20多层吧？我在掉血，快了！你别把我敲死了，我来挖。你在敲我？那你在底下，你挖。没有，你在底下，我在你头顶上。我这里看着你在我底下。先往侧面挖，挖个能站两个人的地方。好，快把我砍死了！我这完全没法挖了呀！等等。别动！哇，你为什么要跳下来？别动，我搞个楼梯。咱俩这是凉了吗？不是吧，楼梯也不让放。先把一个人砍翻了。垫石头，看能不能垫上去。垫石头也不让垫，哇！你这下来，你先把我砍翻吧。原地升天，你赶紧挖，我原地升天一下，挖出来一个空隙。我看一下我能不能上去。首先可以啊，这个爬梯可以的，可以上。上回车是上，那怎么下去呢？这个东西，朋友们，我有点没看懂啊。这里有 bug 一样啊。我的天，我刚上来就被野人给烧了。不是啊，你怎么一下来那么一大堆东西掉下来了呀？我复活了呀。你复活了，为什么你的装备全部都在我这里呀？爆了呀！快下来捡，我继续往底下挖。又跪了，我们基地被人包围了。我的天，上来就给我放火，所以得做围墙，朋友们，很重要啊。好，又是土制城。又跪了。家都回不了啊，兄弟。你复活不是直接在家里吗？他就在咱们家门口堵着呢，堵泉水了。这么猛！完了，又凉了。好的，哇，差一点，哇，这是什么石头啊，朋友们？这么亮，不会是钻石矿吧？我被堵泉水了，气死了我。我来看一下、堵在家门口。我们来铜制的，哇，这要铁锄子才能挖，这是什么矿？有粉丝知道的，告诉瓜牛哥，发财了。
我这个路已经开通了，胖哥，我们来挖矿的路已经开通了，我把这里填几个木块啊，免得胖哥一不小心跳到熔岩里去了，填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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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快溜快溜快溜，就是这样啊，然后胖哥就不会摔死了啊，我们这里架死了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在干嘛呀？家里的复活点门口待着两个，然后咱们的这个地道门口待着两个。不行，那说明下一期视频我们得把家围起来了。你怎么要死了？好吧，三个了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下一期视频瓜牛哥上去救胖哥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